今年12岁的温晨是慈济中文学校的学生，首次在慈济所举办的感恩节街友餐会中担任志工。他看到街友们在收到志工所发放的物资以及减法的服务后所流露出的满足笑容，让他深深感受到助人为快乐之本。我是温晨，我去慈济人文学校，我12岁，我在那里自己学了中文5年。我今天来这里帮 homeless 发衣服，因为我妈妈存到 email， 她就带我来这里帮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穿到衣服，拿了衣服，然后他们走回来洗完澡，剪头发，他们觉得很看起来很开心。